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佩奇给小朋友们带来了《冰雪奇缘艾莎公主的魔法棒》玩。这个魔法棒究竟有怎样的魔法呢？小朋友们一起看看吧。这是一个蓝色的魔法棒，魔法棒里面有艾莎公主，包装上面也有艾莎公主，是我们正版的迪士尼《冰雪奇缘》艾莎公主魔法棒，里面有艾莎与安娜。取出魔法棒，给小朋友玩一玩。艾莎公主在这个魔法球里面，这里是开关，手柄上面也有艾莎公主，装电池吧。装入两节电池，打开开关试一试。魔法棒发声发光啦，有美妙的冰雪奇缘主题曲。电池装好了，可以给小朋友玩啦。艾莎公主可以360度旋转，在魔法球里面转得好快呀！哦，里面还有一闪一闪彩色灯光。很神奇，很漂亮的魔法棒。魔法棒上面还有一颗水晶，魔法球可以拆掉吗？魔法球不可以拆掉的。魔法球的外观有很多雪花，好好听的音乐。好啦，魔法棒就玩到这里。另外还有艾莎公主的皇冠，皇冠上面有蓝色的水晶，女生们戴上了这个皇冠一定会非常的漂亮。这个皇冠呢也可以拆掉，是一个可以组装的皇冠，这两边的扣呢都可以打开。还有艾莎女王的一对耳环，耳环的上面也有蓝色的水晶，很漂亮吧？小朋友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